Ich danke. Wow. Ey, 受不了, 看不了别人谈恋爱。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我觉得菲儿非常吃这一套，好热啊，好热啊，好热，你去那边坐吧，给你，你别管我，你看我穿的衣服，今天上班是吗？今天上班，这鹅怎么回事？气儿没打够呢，鹅歪了，你有发现这里有很多？ 那奇奇怪怪的动物，而且他们居然是，就是，今天我上班不陪你多聊，哇，有太会了，这男人，哇，搞饥饿营销，但我觉得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啊，确实确实，干嘛好喝吗？不好喝，好喝，这个真的是好不容易做出来的，你做的。 那万一我吃过了呢？吃过了，吃过了以后，哎呀，吃过了以后，吃过了，必须得给我吃下去，没办法。哇哦，尝一下，好好吃。你知道我来的时候，萌萌说什么吗？萌萌说。 你的心愿是宠物小精灵，它一大早就出门了，它不会把自己打扮成宠物小精灵送给你吧？哇，那个真的有吓到我。我有想过，后来想想算了。那个不然的话太油了。我也有想过，我们都有想过。 What？ 因为我觉得如果搞那种巨浪漫的那种节日，我觉得我接受不了，而且我全程也不是喜欢那种东西的人，所以我觉得我想避免一些浮夸和不切实际的东西，就来点实在的东西。 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调料杯。不是我说你脸上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！哎呀！又是这种剧情，根本没东西。有好多女生都是这样的，去给男生脸上剪一个毛毛，其实根本就没有。哦，是吗？小套路是吗？哎哎哎哎！有吗？哪里哪里？这哦，好大一个！哇塞！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拿到这边来展示一下。 拿到这边来展示一下，但我想让他先喝一口行不行？你唱反了，没事没事，你自己唱一下，还可以行。 来吧，焦糖松饼，这个也是你做的？啊、哦，赶紧吃吧！我看你第一口评价之后，我就去换衣服去了。啊，我吃了，然后你就会走了是吗？嗯，那我不吃，那我不吃。那换衣服去干嘛？ 换衣服，给你第二个惊喜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热的、脆的、松的，挺好吃的。Nice。你尝一口。哇哦！哎，受不了，看不了别人谈恋爱。哼哼。
这世界很酷。